先插上电源，检测每一个速度都是在零。这个开关在中间，然后打开总开关，打开点火开关。 打开开关到调什模式，左前轮速度，右前轮速度，右后轮速度。这个测试就是为了测试避免速度。 打开点火开关，调整到测试模式。 调整左前轮、左后轮速度、右前轮、右后轮，四个轮子可以不同的速度转动。 调整速度，进行刹车。 速度调回零，打开 ABS， 调整速度，进行刹车。
速度调回零，关闭电源。关掉总开关。打开故障设置盒，可以选择故障。红灯亮表示故障设置成功。可以同时设置若干个。